游走在澳门的大街小巷，窥探这座城市的日常，偷取一些生活的灵感。你對於澳門有咩印象？好多美食啦，人好有人情味啦，同埋好多歷史古蹟。澳門仲有好多好新好潮嘅嘢噶。嚟，我哋今日踩單車遊走下呢個城市，體驗下澳門多元嘅一面啦。好啊。呢度咧係氹仔舊城區，喺度你可以同時見到好多中國同埋葡萄牙嘅建築物噶。大街小巷加咗好多壁画，为呢个旧城区增加唔少艺术气息啊！呢度就系龙环葡韵啦，系氹仔区保存葡式建筑物最完整嘅地方嚟噶。而家咧氹仔好多旧嘅建筑物都活化成为一啲特色嘅小店啊，好似呢间咁啊，佢个 rooftop 有 cafe 嘅，想去试下。Suki 啊，好似頭先咁樣咧，喺舊城區行一行咧，都發現咗澳門嘅生活力喎。係啊，其實而家好多澳門年輕人咧喺呢一區咧從事一啲創意啦、工藝嘅小店，係好多文青嘅打卡勝地嚟噶。可以好潮噶喎，好似依间汴京茶寮咁啊！佢系澳门第一间，亦都系唯一一间嘅手冲茶外卖茶饮店嚟噶。啊，系啊，呢个 concept 我真系未听过，几好喎！头先去咗几间文创小店之后咧，完全颠覆咗我对澳门嘅印象啊！系啊，呢啲文创小店嘅老板每一个都有自己好独特嘅谂法。如果你想认识澳门文化城市嘅魅力，通过呢啲小店就最适合不过噶啦。老细呢度啲嘢系咪都系你设计噶？系啊，咁佢好似呢盏灯啦，咁佢系一只狗仔嚟噶。哦，好得意啊！咁你会唔会喺你嘅作品里边加入啲澳门元素噶？有啊，咁当中好似呢个柜咁啦，我哋都会加咗啲葡式嘅瓷砖手绘个元素喺度啦，咁令到成个柜咧就会更有特色啦。咁除咗柜啦、凳都系葡国嘅元素，咁亦都有真嘅瓷砖柜啦。其實呢間鋪頭大概喺七年前啦，咁就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我自己爸爸啦，或者阿爺啦，都係做木工嚟嘅。咁爸爸以前就呢間鋪頭就係一個木嘅工場啦。試下爸爸退咗休，咁就試下利用翻佢剩翻落嚟個呢個木嘅工場啦，就嘗試下做啲同木有相關嘅一啲工作啦。咁就直至到就係自己大概籌備了一年的時間，就開始做了 research， 就開了一間叫雜木的一個店。
分別爸爸就是做一個custom make 啊，或者佢喺設計上不會太過著重嘅，咁佢可能就會根據翻客人的要求去做啦。咁我哋呢度咧就有少少唔同啦，就會有自己嘅設計啦，亦都會關注翻一個木嘅對生態嘅環境啦。我哋會用翻回收嘅木啊，或者盡量用啲可再做嘅木嘅去做一個家具咯。咁我哋鋪頭咧，由小製嘅擺設品啦，到大嘅大型家具咧，我哋都會做嘅。其實基本上，如果塊同木有關，我都好有感覺啊，因為佢嘅味道啊，佢嘅木紋啊，或者佢出嚟嗰個感覺咧，我都可能由細到接觸到大啦，咁變成咗係一種情意結啦。Suzuki 啊，呢度好多好難揾嘅書都有喎。係啊，呢度咧係澳門唯一一間嘅獨立書店嚟嘅，好多澳門啊同埋海外嗰啲中意睇書嘅人咧，都住嚟呢度嘅。介紹呢度店長俾你認識啊。好啊，就係佢啦。佢就係呢度個貓店長阿爸。好得意啊，喵。